首歌你唱得比我较好。伊给你上水亏的所在是啥物？这首歌是老师写的。我写的时候，我唱到男子汉的时候，我特别用力，是为什么？因为这首歌我是写给查甫人的歌，所以我唱到男子汉，我是用查甫人的迄个角度去看一个男子汉，你就是男子汉啊，勇敢怎么样？但是你是唱为头唱到尾，你的男子汉是上温柔的一句，男子汉。啊，勇敢！哎，你的层次竟然是这样子，我感觉这句足水亏耶。真正足水亏啊，对吧？就是这样呢。男子汉唱到足好，对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你唱的方式，你干嘛这样看我？我毕竟是上过小巨蛋的。对你公蛋之后，整个都不一样了。所以真正三位的表现拢足好诶。哦，虽然有分数的关键，但是拢不要紧，真正你拢足好诶，加油！啊，谢老师。